性格孤僻的表现。现在有很多人性格都比较孤僻，性格孤僻通常表现为当自身不受别人理睬而不得不独处时，常会有失落感和自尊心受伤感，这时就会显得更加孤僻而不愿与人交往。当与别人交往而当众受到讥讽、嘲笑、侮辱，甚至是指责时，常会产生神经过敏，以为别人都瞧不起自己，这时就会闷声不响、郁郁寡欢，或者恼怒异常、撒手离去。当遇到各种挫折时，常会产生虚弱感和自卑感而心灰意冷，这时就会自我孤立起来，闭门谢客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有些人只会时不时地流露出孤僻的征兆，但是不会有明显的自我感觉。